老铁们，我跟辽源这个网红啊，我俩吃饭呢，看看我俩能上哪吃呢？想一想啊，看看我俩能上哪吃饭呢？看这谁认识不？看这谁？还行串哈，麻辣面还行哈。你们猜一猜我们两个在哪吃呢？后边的背景提示一下呢，能不能猜出我们俩在哪吃呢？按理来说我们俩应该对吃的比较挑哈，你说这两个网红搁哪吃呢？这个你们猜一猜，这小网红。关灯，开着我的防空炮，要哪溜达要哪嘚瑟呀。看看菜品呗，是吧？看看菜品。完了面儿。没事，干豆挺大是吧？麻豆烤的也不错啊。干豆挺长啊，干豆可长了，挺大一串。猜一猜吧啊，猜一猜我们在哪儿？能不能猜出来？给你们点提示啊，给你们点提示，我们在哪儿吃呢？特意把桌子搬到外边的，外边凉快。好嘞，又来了哈，这回是啥？加了，这么大的手筋哈，哎，这手筋挺大呀，真不错呀，这软乎这个真好吃，太盖了，我愿意吃这个，好。